好呀，出去走走。啊，你就别那个了，我知道你对丈母娘的一片心意。我也知道那个，我也是。你想让我照顾我妈，但我回去我妈肯定，我妈也不同意啊。那你说我也不舍得把婆婆一个人丢在家里。我回去交不了差啊，我回去被我妈骂死了。那你回去被骂吧，我先走了吧，来不及了。喂。妈，朝散步去了。散步去了？他现在特别为难，然后就怕被回去被你说。我那么的事？但我现在着急是因为我约好的时间再不去，那个医生下班了。因为当时来的时候就讲你们带岳母去看看病嘛，因为上次不讲要做手术嘛，不然到时候搞得不是那样。那么大的事情我给你带着，就想的就是我也单独带妈妈出去那个逛逛嘛。对啊，好，去吧。啊，行。其实朝也很想去，然后被我治，然后又被婆婆说，哎，就我也很心疼她，但是我又不能让她跟我妈去，因为他们两个沟通不了。对，就是有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也很难。谁都打不死呢？希望不嘞。可是他跟你也没那么小。我妈担心死，她说她又不去了吧。她说这，我不知道，最后把女婿给惹的。哎，我很为难。嗯，要听老婆的，要听我妈的，所以我现在我很纠结。啊，我给你倒杯。这几天天天照顾老岳母，也忽略了照顾妈妈。来了，没有没有没有。